请问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该叫你蒙面御史，还是四爷？朕决意出兵，一统北方天下。朕要三战，便面旗。宇文邕马上就要攻打邺城，皇上打算把邺城给烧了，让所有百姓陪葬。明日午时，斩首断首。是，娘娘。高长恭公开处决断首，本王就不信不现身。下周日晚间8点，兰陵王精彩大结局。